我们的巴士来了，往汇金若松的。超漂亮的车站，压线底的，太可怕了。Take apart all the good things, stripped away what's there to do. 是我们刚刚搭过来的列车，这个列车班次真的超少，我们刚才差点没赶上。现在开过来那个是铲雪机，铲雪车。我们在找上去山上的路，要绕路上去。好，大内树。这条路超级滑，超级危险。
们刚刚走了一阵子，然后这间是目前看到唯一一间有在营业的餐厅，超饿的。こんにちは。真的好吃，这个人好好吃。它这个也很好吃，我觉得很适合配臭豆腐。夸张，超好吃的，有凤梨虾球的味道。解剖了。我们吃完午餐了，要回去搭接驳车了。这山超漂亮的，有雪碧。在雪碧上面插一杯可乐。我的明信片，两张，两张。我们回到这个车站，因为我们想要来这边，就在车站的隔壁泡这个竹汤。这位小姐刚才拍了非常多底片，好像快没了。你昨天才买？这是几张？剩下几张了？はい。マスクはどうする？あ、そのまま大丈夫。ありがとう。いい思い出になる。みんながいい思い出になるよね、はい、日本のばあちゃんじいちゃんと。バイバイ。バイバイ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楽しんでください。刚刚那个阿公跟我们讲的谚语，来念是吗？カビは水で弱な酒。什么意思呢？妈祈求旅途顺利平安。
そうです。现在时间六点整，超级早了。今天又是五点多起床的节日。回到这个很漂亮的小车站，然后我们今天要搭始发车。这是我们等一下要搭的巴士，八点十分的。我们要搭上去就是可以拍桥的地方。OK。我们来看一下回程的巴士。十点二十。对，我们还以为没有巴士，我们还打算要走下去。Lucky。耶。可以不用走路。我们现在在这个休息站。然后我们等一下要走上去，就是可以拍到桥的地方。我们目标是要去 C 的那个点。到了这个 B 区的展望台，超漂亮的，这桥。你去高点，刚刚走上来这个西点的展望台，然后这里有就是桥上面通过列车的时间，整个景看起来是这种感觉。这个路超危险的，我们要下山的路，因为那个巴士我们刚才才发现是要预约的，所以就不搭了，我们要直接走下去，走回刚才那个车站。好吧，饭团，对，买了饭团，好冷。超干净的，这真的超可爱。
车间在车站隔壁的面包咖啡厅，它只营业到五点，我们有点压线。Hot dog apple pie， 你喜欢吃 hot dog apple pie？ 我喜欢吃苹果派。感觉超好吃的，会点，没错。中国的拿铁跟肉桂卷，黑胡椒跟起司跟哈，然后你看它上面，面包烤的脆脆的，然后面有带点空气感，然后再加下面的有点弹牙的面包，那吃起来那个口感真的是三重享受，一次满足。而且便宜，花几块钱。哦，260。260。是250，比那个麦当劳的便宜。嗯。错了，我们走到了我们要吃晚餐的地方，离盖青旅超近的，走路四分钟。你野菜就是吃什么野菜？酱油、味增，我加了一颗蛋。它是这种粗面，溏心蛋好吃哎，好吃。它的汤都蛮清淡，我们今天买的饮料，这两瓶是刚刚去全家买的，就是富岛县这边的牛奶跟咖啡牛奶，然后这两瓶是刚刚在比较大车站买的，是优酪乳吗？嗯，优酪乳，然后这个是草莓口味的。饮料富翁，我们是饮料富翁。这是我们第三个晚上还有第四个晚上住的房间。大概就是这样，是蛮小的。然后我的伙伴会睡在上面。超人，你要做这种怪表情。这是我睡的地方，还有一个挂衣服的地方，两个衣架而已。然后里面没有厕所嘛，因为其实厕所跟洗澡的地方都是共用的，但是都很干净。还会自己打开，超酷炫！洗澡的地方，这边有镜子。最后就是这边有个洗衣机，但是要钱。这边是洗面台，三杯。干杯。We can learn to love what we have. I don't wanna let you down.